我说你所谓丹田，下丹田在肚脐下面一乘三番，道家讲的啊，中丹田来两男女的两个乳房在中间，上丹田在眉，属哪个丹田啊？就是上丹田、中丹田、下丹田，把气属哪个地方好？我说不要瞎搞了，这些东西我从年从晚起告诉你们。要及女生不要随便开始手下丹田啊，不到某一步功夫不能随便手下丹田啊，女生很严重哦，啊，搞得不好就会血崩哦，啊，男生也有问题的，他是气手那个丹田，我说你这丹田是什么你也不懂，乱讲，只晓得这三个什么叫丹田了。我说我问你，我们人体呀、啊、是个脾做的啊，这个脾呀、啊、像尼龙袋一样，里头装那些肉，里头肉嘛把它捏拢来变成心肝脾肺肾，装在里头每一个地方有通道有空路的，你吸一口气把它憋在那个肚脐眼下面那个地方就留住了。嗯，有感觉啊，你说是是是是，我说好，你拿个棍子打我的小肚子，我绝对不怕啊，我还真可以不怕。我这个也不是气，你也不懂。我问你，你看那个汽车轮胎啊，一个气胎，你把它打气打进，那个气打进去了以后，叫那个气留在中丹田不动，啊，轮胎做得到吗？做不做得到？那个气进来边买一个袋子都满的嘛，哪里还停留？停留在那个上丹田、中丹田，那就是癌症。那个气嘛，空的嘛，哪会不停留在那里啊？那个停留在那里是你的感觉嘛，不要瞎扯吧。而且你把那个留在那里干什么呢？就什么用啊？还免得家里不要买瓦斯了，啊，就把肚脐放个气，瓦斯饭都开了，没有这回事嘛。